说好这点到这嘎相亲，这都几点了还不来呀？是不看我开着豪车，他不好意思。哎呦我的妈！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哎呀妈，堵车呀！你咋的？你开车来的？还没有，我走来的。走来的跟那个堵车有啥关系啊？我这开着这豪车，我都没招呼堵车呢。这不俩车撞上了吗？我看了会热闹，完了就来晚了。你这好奇心挺强啊！不知道有句那么话说的好吗？好奇害死猫。关键我不属猫的，我属猴的。啊，你属猴的啊？属猴今年你五十几了？属猴今年你五十几了？你才五十几呢，我才三十二。啊，这三十二啊？啊，没人没给你介绍吗？那都是没说呀。那我简单介绍一下子吧，我三十二，我二婚的。你三十二就二婚了？啊，哈哈，那啥，我二十八，我也二婚。那啥，我二十八，我也二婚。啊啊，你也二婚呐？啊，其实吧，二婚我觉挺好的，是不是？那可不，二婚的好啊。要我说，我就得意二婚的。为啥这么说呢？二婚他有经验，你知道不？啥玩意儿不用教，你一点就透。哪方面经验呢？就是生活起居各方面。啊。那个那啥，我有点想多了，确实是这回事儿，嗯，是不？嗯呐，嗯呐。而且吧，这个感情丰富也惊艳，是呗？没人跟我说你有辆车，说那个挺豪华的，我就其实本身吧，我就先奔那车来看看来。啊，就主要奔车来的。嗯呐，就是个证儿呢，我这车，大奔，这标掉了。啊，这就是没人说那车呀？啊，这其中一辆吗？这个？这不是四轱辘的呀？这我的妈！你这加上这俩轱辘，你看这几个了？哎呦我的妈！是不是五个？白来的，你说咋的了？真的吧，我就问你道题，你要是说能答上来，咱俩就处，行不行？啊，你就说吧。啥瓜他不能吃？啥瓜不能吃？啥瓜？啊，我再问你一个，那个什么车寸步难行？什么车寸步难行？风车。那啥，那个我妈喊我回家吃饭了，我觉咱俩吧不太合适，完了你再让别人给你介绍别人吧，再见。不是，哎，那没人不说是你妈没多少年了吗？哎，哎呦我的妈！这没相中我呀，那直说呗。你说你这整那没用，你耽误我事儿都。哎呦我的妈！